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吕宗翰。商人行脚第一站来到台东，在12月27号在我们台东的静思堂呢举办了岁末祝福。那在这个岁末祝福当中呢，慈济志工关山慈院的同仁，那么普悠玛事件的家属，还有呢许多的民众呢一起来参加了这样一个充满感恩充满祝福的一场活动。在新的这一年开始，在上人的引领之下，每一个人诚心的祈愿祝福，为新的一年呢发心立愿，那更重要呢也要为天下来祝福，祈求人人的平安。那在不管什么样的事件过后，那个心念不断不断的被照顾，也不断不断的往善念的方向走，所产生的力量更是未来的一片祥和。让我们透过以下的画面一起来看看当天的场景。人生在世几十年，何必斤斤来计较。整齐划一，共同演绎37铸道品，台东岁末祝福展开，回首2018年的点点滴滴，普悠玛翻覆事故历历在目。发生了我们就必须得接受，我也很感谢我们慈济人各位师兄师姐上人对我们的关怀陪伴。慈济人的陪伴一直都在，也让伤者及家属的身心灵逐渐安定。我们是在这么多的爱的关怀下在疗伤，我相信我们会带着大家的爱心与祝福，我们会很快的重回我们生活的轨道。以福会红包代表祝福，新的一年一样要请求福会，更誓愿要挑起天下米罗，要担起世间苦难。点亮盏盏心灯，划破了黑暗，祈愿展望未来，共耕心田，共聚福缘，并为苍生祈祷。每一次在岁末祝福的场景，那所感受到的呢都是满满的祥和。那尤其呢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呢，能够让心沉静下来。那其实在面对台东的过去一年当中，大家最印象深刻普悠玛的这个事件是令人不舍，也很感恩台东的慈济志工持续关怀到现在不间断。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两位的慈济志工，来自于台东，首先是我们的范春梅师姐。春梅师姐你好。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林素月师姐。素月师姐你好。我们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电视机的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看到两位师姐，其实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持续的在关怀，那也非常投入在社会公益的工作当中，让我们其实有很多感动的故事啊，透过他们那想要先请教素月师姐啊，从去年普悠玛这个事件到现在哦，那当初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台东志工立刻启动，你们是怎么来做分工？那整个的关怀陪伴的过程是怎么做的？当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台东的志工在第一时间就凝聚当区的，然后我们走入校园，走入卑南国中，然后走入到伤亡他们的家去抚慰，去陪伴家属，去聆听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重击之下的那种心痛。那其实志工不是只有在这个区块，其实在我们亡者陆陆续续回到我们台东殡仪馆的时候，志工就全程的在那边陪伴关怀到整个这样的一个法会这样的结束。那后续一样还是持续在陪伴关怀着慈济的人的爱一直都在。是那在这样的事件当中，其实慈济人也必然有所分工嘛，那所以其实有这么多的志工，你们怎么在这么快速的时间之内去做出这个有系统性的分工啊？其实我们的那个架构里面有一个叫访视干事，那在灾难发生的时候，这个都有访视干事他会来负责。那我们家属多嘛，亡者家属多，那我们分成六组，那这六组当中就拿持案本，就专一来照顾这个家庭，照顾他们的心灵。那当然我们还有生活，还有相机这个部分来做后勤，来补充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志工，还有我们亡者家属的一个身心灵这样。是，所以其实都因为平日了就已经有在
不断不断的在做慈善工作，上人说慈济人就是没有停，所以因为这个没有停，能够让很多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都是快速及时的能够抵达现场之外，都已经做好安排。那想要请教春梅师姐，从这个事件发生，其实我们就不甘心，看到这么多的家属或是亡者或是伤者或是学生或者是成人都有，那在发生这样的事件当中，尤其是亡者家庭，那你们这样子连续陪伴非常非常多天哦，那您自己的体会，您自己在那时候你们是怎么做这整个关怀的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听到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又是都是整个家庭这样子，他们的家族，当然我们第一个就到家族的住处的地方去先去关怀，可是他们全家都已经到宜兰的地方去，所以就没有见到人，但是我们是想说先了解一下，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联络处的地方再开会，再做进一步的第二天的那个行程这样子。是，那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其实怎么要去互动也总是不甘嘛，哈啊，安尼这个互动的过程呢？在大体23号回来之后，一直到晚上，一直到晚上了6:30才回到台东，因为他们经过他们的家乡去绕了一下，所以有比较长的时间，而且是总共有8位，所以6:30到台东，陆陆续续到一直完成的时候，晚上已经8:30了。那我们看到他们董家的人，所有的人都非常的不舍，所以我们就基于说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样的看待，就来抚慰他们的那个家属。那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互动上总是有很多不好去互动的地方了，不知道怎么互动，那怎么这个默默陪伴的过程里面，师姑你们是怎么来做呢？从第二天开始，他们回来的第二天，因为要为了要送餐点茶水的那个时间点做关怀的动作，因为也不敢问太多的话，怕问到痛处，所以就只有默默的在旁边陪伴着，一直到他们如果有需要什么需求的时候，我们才赶快上前去，只能够这样子。是，对，好，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师姐他们在做这整个的过程里面，其实听到是会不舍之外也很感动，然后因为其实在面对的家属的一个伤痛的过程里，那也要提供餐饮，提供餐食，那师姐他们总是很用心的，怕他们吃不下，那所以呢又要每一天的呢去寻找不同的餐点，那带给的家属的那一份的一份关怀，能够看到的就是这样子不断不断的在带动着，另外呢也招家在所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想说罹难的家属，我们是劝他说看看能不能够为这些亡者祝福，所以请他们是不是能够在这段时间能够如数啊，结果他们都答应了，第二天就都完全如数这样子，一直这一段时间都是如数这样子。这个如数其实就是一个祝福了，对对对，真正的是一个能够让心境又能够呢照顾上来讲，其实为的就是能够让不要让大家呢在餐食上有任何的短缺，那其实也让大家的心能够安定下来。那其实不只是当时的状况，在事后也不断持续的关怀，所以义诊的脚步也带进去在台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义诊怎么来做呢？我们透过以下的画面一起来了解。这个地方啊，摸下去会痛吗？不会痛，就是里面就撞击之下，因为好像凹下去了。事故当时坐在第7车的王先生，头、胸、小腿都受到重创淤青，
1021普悠玛事故后，不少伤者心里存在着恐慌。关山慈济医院借用张崇敬妇产科诊所的场地，出动六位中医师进行义诊。冲力太大，我们当下也不晓得我们在里面怎么翻来覆去。刚刚沈医师帮我发现有几个地方哦，是他们中医西医没有帮我发现到的。然后经过他再次帮我针灸换血丸以后，我觉得轻松多了，轻松多了。卑南国中校长也陪同学生来看诊，当时23人开心出国交流，却遇此劫难。学校针对没办法上课的学生到家中进行客服，也尽力给予长期的心灵辅导。孩子们的状况时好时坏，现在变成就是非常的敏感，失眠的情形非常多。我相信有这个义诊，一定就可以比较抚慰大家的身体还有心灵上的一些创伤。就尽量放轻松，不要紧张。透过精油的芳香放松身心，关山慈院也特别邀请芳疗团队帮助伤者舒压，放下恐惧。其实很多病人现在还出不来，那如果我们的时间不够长，就像我们在接球一样，这些还不能出来的病人我们会漏接。中医在这点上，我们是可以从身心的角度一起来做治疗。列车有脱轨，生活也脱轨，但是我们希望让这一切都回到它原来的轨道。从12月1号开始，每周六的中医义诊会持续7个月，长期蹲点等待伤者走出来，期待能用爱与关怀帮助他们尽早抚平身体与内心的伤痛。那么看到哦，在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呢，其实还是有许多的爱心在陪伴着。那台湾人的爱心总是丰沛哦。那最重要的事情是，爱心怎么落实成行动？那其实它最需要就是因应在实质的需求上了哈。到底每一个需要的人，他实质上需要什么哈？所以想请教苏月师姐，你们这次举办这样的一个中医义诊的活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然后它怎么来进行的？我们都说哈，慈济的人哈，慈济人的爱一直都在。而当灾难发生的时候了，我们慈济人不漏接任何一个需要的人了哈。那在这一次，除了志工去做家属的一个陪伴关怀，那我们在中医这个部分，由我们关山慈济医院沈义云沈医师，他就发起了这样的一定爱你这样的一个义诊，那由志工来联络伤者或是亡者的家属，我们到来。给沈医师来做一个医病跟医性，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其实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他们不是只有身体的病，其实他们心灵也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听我们这些去给沈医师治疗的，他们在病理方面、身体方面他们获得了纾解，但是他们在心灵方面他们也解脱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连结是在我们慈济这里才看得到，所以也让我们的这些伤者能够身体以及心灵都能够平安。所以在事件之后，因为大家有很多人是受伤了，那受伤之后当然轻重伤、长期短期那个不相同，所以也有不同的伤者因应不同的需求必须要去台北就医啊，去不同地方就医。但是长期的部分留在台东的乡亲们有受伤，慈济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中医义诊，因为这是治疗比较长期性的嘛。是是，那是不是一个定期性的活动啊？他会每个礼拜六都会在我们台东一个张崇敬妇产科医院这边每个礼拜六，它可能长期维持到7个月左右，所以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专案哦。对 对, 对，那这样子确实就是大家有不断在投入了哈。那这个也必须是乡亲才会知道。那您刚刚提到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义诊哈，之下有医病也医心。那所谓医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它怎么去让人的心灵上得到抚慰？是如果算医心的话啦，就我因为我们在事发的时候，我们也跟卑南国中的校长，因为他这一次他承受的打击也非常的重，虽然他的身体的受伤的程度不是很那个，但他心灵方面他觉得非常的愧疚，然后他也一直觉得说走不出来。那慈济志工在这个区块也一直不断的在陪伴他，去倾听他的心声。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他的整个脚是淤青很大一片。
片，那我们志工就很贴心去帮他敷药，然后轻拍。他到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说，哦，原来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当场真的是很震撼。他说，啊，怎么这么痛？那可见事情发生到他那个时间点，他忘了他身上是有伤的，他整个心全部投入在这个地方，然后其实照顾学生，对，照顾学生。那他的学生其实受当场在那边，他们算平安的。他回到学校，校长因为他本身是念心理学，他也不敢让他直接回到教室，因为他怕学生会好奇会问，可能会造成学生的第二次的一个伤害，所以校长在这个区块他就非常的用心去陪伴。但是志工在陪伴，不管是校长或是伤者或是学生，这个我们一样没有断了，到现在一样在进行陪伴跟关怀。是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校长的例子啦，他本身专心在照顾孩子身上，他忘却自己身体的伤痛，但是当他静下来之后，他自己本身其实身体还是需要照顾之外，其实心理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那透过大家这样的一个互动之下，反而让这份爱能够进入了一个重整自己的一个阶段。所以不只是中医的义诊哦，那份互动，其实人就是需要这样的互动，而且需要说出来，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一个关怀。那善念要让它流转，所以上人在上个礼拜台东的岁末祝福的开示也提到哦，能够这样平平安安的过呢，其实要感恩平安是怎么来的，那就是心念虔诚，不断的去做口说好话，心想好意，身行好事，祈愿人人都能平安哦。让我们来恭敬的聆听一下这段上人开示。天灾，慈济人有慈济人的国家，57个啦。这57个国家，他们呢，哪一个国家有灾难，他们在启动了，安怎样去救灾，安怎去发放，他们如何看灾，如何去抚慰。天天呢，都会接到了慈济人在不同时间不同的灾情，他们呢投入救灾工作，都是就地啊生根，就地撒播善的种子。这都是慈济人在不同的国家的实时的信息。气候极端呐，迄个变迁呢很严重。啊，为什么气候变迁会遐严重呢？究竟来啦，就像环保。因为呢，真多啦，都是受污染，天空啦，天空受污染啦，啊，天空的污染呢，是咱地面啦，人类意念啊，这个欲念呢，不断消费，工厂呢，不断生产。资源呢，爱对地底吼，安尼直直钻落去，石油直直抽，就安尼呢，直直炼油的污染呐，真侪拢是呢，物资要造成，进行开始着污染，咱人间呐。这是欲念，已经呢，大自然的气候啦极端，咱台湾，咱都爱真感恩呐。2018年，这中间，几个风台来到海面上呢，差一点啊，伊就闪过去呀。咱会当安尼平安过。时时爱讲感恩呐，啊，平安是安怎来？
咱都爱心爱虔诚，口说好话，心行好事，心想好意，这呢，爱时时都是安尼。主这人现在的这五十几个国家，很积极在带动了善华入世，带动大家人爱有善心，爱做善事立人间。上人开示啊，这个虔诚啊的心念带动的就是平安的人间了。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人世间呢平安幸福的创造者啊。上人一直提到说，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跟自己的心念有很大的关系哦。那所以这次发生了普悠玛的事件，还有慈济人这样一路走来哈。像春梅师姐您也有投入在许多的事项当中哦，那包括台东慈济人这次在短短时间九天之内所提供的便当数是超过1500个便当，那样的一份用心爱心哦，那等等下来您自己参与整个事情过程当中您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上人常常讲人生无常，人命更无常，我们是活在呼吸之间，所以就是要把握因缘好好的行善跟行孝不能等，这样在这个每一天呢，每一秒，其实我们拥有的也只有这个时候了。对，没有未来，过去也都过去的，把握当下才能够把行善行孝完成。那苏慧师姐，您一路都做这个，也是很多的工作，也包括三合一就是拍摄啊、记录等等，您看到很多不同的角度。那在这一路这样下来，您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四大不调，那国土很微脆。那其实我自己是921的一个灾民，那在921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痛，一直走不出来到进入慈济以后，那真正在上人的领导之下自己跳脱出来。可是在这一次普悠玛的事件当中，我其实看到有人是很超越生死悲伤的，像翁家的阿妈，他们就很超脱这样的一个生死的悲伤，然后用正能量这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无常哈。那也警惕我们自己啊，在面对无常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向的思维，有一个正向的能量来面对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种种。是，其实很感恩哦，就是慈济人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投入，可是也看到了。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一个心灵的能量，所以面对同样的一个事件，一念之间都是自己的选择，怎么让那个力量能够发挥出来，让自己能够超脱很多的苦难呢？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心啊。那非常感恩两位师姐呢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深度的录影，也期待我们为人间创造更多的美善。感恩你们的参与，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感恩你们的收看，我们再会。笑。